我是徐嘉凯，今年26岁，只有国立大学毕业的学历，但我现在成为了一个影视新创的创业家，也是台湾第一个做 4K 短影集的导演，更是一间酒吧的老板。很多人问我，没学过会计，怎么做出投资人看得懂的损益表？没念过电影，怎么拍出这么多的网络影集？没拿到 MBA， 怎么管理两间商务模式完全不同的公司？又怎么在赚钱与赔钱的选项中坚持自己的理想？诚实的面对自己以及伙伴，并在不断的失败中归纳出修正的方向，是我目前唯一能给的答案。虽然我在大学时经常翘课，但我明确的知道我该到哪里学习。翘课窝在诚品吸收各种书籍，让我学到了比学校还要多的知识。从 YouTube 开拓我的国际观，并学到了各种国外先进的拍片技巧。我只是一个正在摸索商场潜规则的创业家，一个想拍好故事的导演，一个杂学的实践者。人生是自己的，无论如何，至少都该精彩的活过一遍。今年，我们决定将整个酒吧与我们的故事都搬进杂学校。诚挚地邀请你10月20至10月22日到华山与我们见面。我是徐嘉凯，我刚满26岁，1个月又18天。我的生活虽然无比忙碌且充满挫折，但却不曾有过后悔。